说第一周考比较考 BFP 有点偏，我的这不用放什么，是因为我第二篇关于教育的，四月十二号嗰日请只班主任请食饭，请我哋头三名放 two， 咁我记得我系第二嘅，咁但系佢请下佢最完之放 two 嗰年咧。雖然我哋係頭三名，但係對於我哋全級嚟講就係四廿幾啦，因為前面嗰堆全部都係 A 班、A、B 班。最唔知 Form Two 嗰年係對我嚟講係最嘈嘅一年啦，因為我哋嗰班啲人咧只係得幾個聽書啫，跟住嗰堆嗰啲咁嘅戇鳩仔，永遠都係後面玩手機。攰喺度弱智仆街，係有幾個咧 ，form three 都係當班，仲有一個係變咗 M K 仔，我仲記得佢嘅名字，咩？好似有個叫郭君樂，好似佢樣好似嗰啲其他，即係嗰啲少少俗腳嗰堆啊。不過後屘佢 MK 咗佢，一七年嗰張 form B 嘅復活節祈禱會咧，咁大嗰陣我都感冒唔舒服，一個人都係祈禱會，但冇乜嘢。唔講呢啲住啦，咁依家要做咩咧？做呢個 fuel mechanic 嘅 lab， 跟住 STD 嘅 powerpoint 加埋普通話初步嘅 powerpoint。普通話呢個 present 咧，其實啱啱我就喺。就你都買咗件西裝，西褲又合，但係條褲又不係真係太冇嘅，因為記得 Miss 講過咧，佢話之後穿即係正裝，正裝係一個思維嘅講法，正裝即係四嗰陣見，然之後個同學仔問我嗰個 lab 做成點，跟住我炸低唔答佢，因為我未做。跟住我凌晨同埋我啱啱十二點幾做到嘅，即係計數啦嚇。佢棵土雖然只要計勁多數，因為睇下你揾咗幾多個數據咯。
只玩电视都系到佢啦，佢都讲过话停止更新。停止更新嘅话，就唔会再考虑到底有啲咩更新。佢就琴日就有个，仲唔好似前日唔知琴日咧，有个车大关于即个 Frog Line 前线啊，前线就系 BF 一嗰个 mod 就 BF 一有噶，等第一个等识嘅。前线就系推到人哋屋企已经有两个 M 金拆噶嘛。呢个叫生活懂，穿西裝嗰日咧，即係有知啦，四月尾啦，咁你都差唔多夏天咧，著唔著件外套過去咧？嗰日咧係啱好係呢個英文二開始，依家咪考 DSE 嘅，咁。基本上，中咗一個新嘅 Apps 叫咩？咩怕咁易唔知？即嗰日考試咧，科大有個數學考試，咁有個清潔工人就誤會咗將呢個試卷變咗垃圾，跟住就抌咗佢之後咧，跟住全部科大啲人都要重新考多一次數學。台灣咪有間餐廳有食物中毒嘅，14個人中毒咗啦，14萬人咧應該要。報到二好似係叫，咁。呢、這個 Apps 後屘話故障機構，佢後屘話下年嘅 DSC 唔用噶啦。咁我諗緊，喂，你有一個學準考證，啲人手點名，你先使鬼用報到二咧？我覺得我嗰啲考 DSC 基本上都係個監考員嚟到先檢查一下你嗰個準考證同埋你嘅身份證係咪吻合咯。即係唔好話你代人哋去差異，冇乜機會，你個樣子已經出埋咗嚟。喺嗰一代咧，就諗起 IG 有啲 account 就關於話幫人哋代做功課，代做呢個 assignment， 代做呢個 lab。跟住話，因為代做嘅關係咧，佢令到佢有個 GPA 有3.9幾，咁一直想俾個 like 你。我諗緊，喂，咁既然你3.9幾，咁你嘅測，咁你嘅醫療船，反正你做幫人哋做 lab 啊，幫人哋做 assignment 嗰啲，全部都係關於 CA 嘅 ，class assessment。咁問題就係你幫人哋做功課滿分啫，但係你嘅測，你嘅考試係咪滿分咧？你測驗係滿分咧？我反而有諗緊，一定會有差評嘅。第一，你話代做功課，咁唔代表啲功課你識做啊嘛。咁你唔通你識樓梯力學？知道有咩 equation？ 我就好難信得過。純粹都係抄翻啲 ChatGPT 揾答案咧。即係我可以話，如果你叫我踢爆咧，應該係你話你識做啊？啱滿分原因係因為你用 ChatGPT 嘅解答。所以你才會滿分。
你心諗你叫代做功課，既然你識 ChatGPT， 我倒不如自己做好過。搞笑！呢個語別將要前幾上日改名叫小海流落記啊，之前就話見翻前女友，阿瑤瑤啊，我諗今日咪又喺度續約拍翻咧。因為通常魚出現翻都應該有呢個諗法嘅，然後之後另一個諗法係因為佢拍嗰啲追其他女仔，搞到個 review 少咗好多，所以就拍翻魚魚啦。你原本個 page 魚魚，但係突然間係猛咁樣追其他女人，喺度溝女王咁樣。跟住我心諗嗰個 YouTube 其實基本上嗰個應該係叫搬運啊，搬員工。我心諗你搬人哋條片猛咁重複嘅，人哋係。因為咩嗰個合作個合約已經到期，所以就唔拍。跟住咧，居然喺度仲猛咁重複人哋啲片啦，睇嘢都係嗰幾樣嘢。仲要咧，你搬人哋條片咧，係連 BGM 都冇買嘅 ，skip 咗 BGM 嘅。搬到搬下都搬到有版權，其實 Facebook 都係啊，佢所有片都冇曬啲 BGM， 跟住連人哋把聲都冇埋。